大家好啊，咁啊，大家都知道，即系我首戴嘅呢只以莲华 Royal Contiki 咧，系一个网上吓独有嘅版本嚟嘅，咁啊，亦都要经过吓网上先至可以订购到嘅，咁啊，因为有啲标迷啦，就唔系几识喺网上去搞呢个订购啦，所以都系经我咧去帮佢哋去做嘅。咁今日呢条片我就要示范俾大家睇，如果喺网上订购之后咧。收貨嘅情況啊，就係你面前見到呢個啦。咁啊，一般嚟講咧，就會三個工作天內就會收到啦。不過今次嚇，因為呢一隻錶啊嘅反應太熱烈啦，所以佢哋啲要再去生產咧，就需時啦。所以變咗咧係會耐少少嘅個零禮拜啦。咁啊，就呢隻。黑面嘅 Royal Contiki 就會到你手啦。不過據我所知咧，依一隻版本咧都將會 discontinue 啦，因為最後數隻啦，咁啊就會出新嘅版本。而想知新嘅版本係咩咧，就要睇翻我之前嘅一啲影片啦。佢嘅分別就係嗰個 crown guard 嗰度咧，就會有。CLC 嘅 CLC 嘅物料嘅吓，咁啊呢个全钢呢只咧就系绝版噶啦。咁我今日就示范啦，即系当你开收到呢个 parcel 之后吓，开箱嘅情况啊。咁其实连个包裹啦，就会有张 invoice 嘅，亦都系列明咗啦，嗰个付咗嗰个款项啦吓，同埋嘅 invoice number 嘅。咁啊，由於我係一隻手揸機，一隻手去拆啦，咁就預先拆咗先俾大家睇嘅。其實入面咧都嚇封得幾好嘅嚇，冇乜虛位啦嚇。咁啊，大家可以睇到連個盒啊，亦都係包得好密實嘅嚇。係啦，噔噔噔噔，就係呢一個盒啦。咁啊，非常之掂當啊，甚至乎有兩層嘅膠紙嘅，係啦，最後就係一個白色嘅紙盒啦，一打開就係呢一個以蓮華個錶盒啦，噔噔噔噔，係咪好靚咧？個一個嚇藍色嘅以蓮華盒嚇，咁啊紙盒再打開。即係全部都包得非常之密啊！即係冇乜虛位嚇，所以咧就非常之穩妥啦。哇！呢只就係我幫財哥訂嘅以蓮華 Royal Contiki 啦，就喺我面前啦。咁啊，我晏啲就會攞落嚟槍錶行啦。咁去下晝就會落去攞佢隻錶同埋。路法華哥去幫佢改條錶帶啦，咁啊，佢依只就係我手上依家戴依只 Royal Contiki 啊，用緊佢嘅自家機芯啦，嚇呢副自家機芯啦，亦都係有68小時嘅 Power Reserve 加 GMT 嘅功能啊。講緊嚇，佢公價原本就係35,000啦，因為我幫佢哋喺網上去推廣啦。攞到一個半價之餘，仲有一個5% 嘅優惠啊！如果用我標誌達人嘅優惠碼啦，咁變咗嚇實質付出嘅係16,625啊，就可以擁有一隻咁有質素嘅以蓮華 Royal Contiki 啊！咁佢喺早兩三日前咧，更加推出一隻白色嘅面啊！白色嘅面咧，個殼有少少唔同，雖然個公價係貴少少啊，貴2,000啦。咁不過嚇，即係因為嚇依個新推出嘅優惠咧，仍然係做緊同呢只黑色全鋼嘅同價。咁啊，如果想知道嘅詳情啦，可以嚇向啊我或者係華哥查詢啦，或者係 look 翻我早幾日啲片嘅。OK， 多謝大家。
咁影片到最後咧，都想同大家講啦，以連華一隻百幾年、160幾年嘅老牌子啦，其實又自家機芯咧，亦都有一啲款式係用緊公用玉嘅，所以大家留意嘅價錢之餘咧，亦都要嚇留意一下佢嗰隻錶係用緊一副乜嘢機芯啦。咁啊，睇你嘅取捨啦，你要外形或者係內外都想要嚇一啲正嘢咧，咁啊，我哋嘅介紹當然係嚇。千揀萬揀先至嚇，幫你揀得最正嘅嘢嚟推介啦，仲要有超筍價啦，係嘛？咁啊，華哥亦都見到佢哋啊嚇，呢只牌子入邊亦都有啲好正嘅機芯啊，喺未來嘅日子會同大家介紹嘅，咁啊，大家密切留意啦。